李小花，当然就是好听的歌。今天搁在实力有请小花。有没有穿透力？我刚才没有讲错，你看鸡皮疙瘩、欸。我每次听到你唱歌，我都鸡皮疙瘩。真的、哦，不是因为太冷哈，因为真的很棒哈。来，灰熊，灰熊会迁徙啦。蝶精嘛，要找到干净的歌声真的很少。但是呢，因为阿嬷当初的一个问题，你就鼓起了勇气来报名参加。是，没办法，为了圆妈妈的梦，还有圆阿嬷的梦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妈妈喜欢唱歌，也圆自己的梦啦。对，还好你会唱歌哎，原住民有那个不会唱歌，也有那个不会喝酒的。就是我不会喝酒，但知道很会唱哦。
他是要会喝要会唱的也是有哦，有，他就是那么巧，出门夹到脚，他就是那个只会唱不会喝的原住民朋友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非常可爱的百万族的女孩哈、哦，来，让我们百万族的女孩用你的母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啦，好吗？蛮玩的，平地待久了，你不会讲，而且你就。Hello 啊，大家好，这个简单就可以了。对那我就掺杂那个台语，可以可以。在练习台语。啊，你哦，来来来，规关十分钟给你嘛，请。十分钟太少了。来来来。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所有的乡亲，所有的贵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的丽小花，今天就欢喜来到咱明德寺来秀歌给大家听，那希望希望大家大。今晚你，哎，他搞法都来了，再搞再搞，大家欢喜，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是哦，小花最近，小花很奇怪哦，大哥大姐，你有感觉无？小花台语跟他无啥老讲，无啥变动，但是他唱台语歌发音是标准的哦，有没有？奇怪喽，很奇怪喽，会唱不会讲哦，奇怪喽，怎么这样妙？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平常想要上台语课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来跟你补习恶补一下哈。来，然后不管是台语还是国语，只要咱个歌唱好势，把咱心中的感情给伊放落去，好，这个传递每一个跳动的音符，让大家呢听的是舒服的，耳朵是怀孕的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浓浓的心意啦，对不对？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，咱只要调麦克调好势，把歌唱好势，绝对都是 OK 的哈。来，哎，今天哦，心里讲最低，那年的小花也呢专程呢，啊，这个呢专辑呢宣传的这个过程中，也呢来到了我们今天呢非常棒的伦丰明德寺，跟咱姐姐好朋友来，跟咱永和过来跟咱交流。来，小花，你今天人来哪呀？我今天还有带那个我的小周边商品要跟大家结缘、来来来，你有带欧米亚给的对了啦，哎、既然拿欧米亚给贴了，我刚刚还想说要不要发，因为我带的是那个我的扇子，啊、今天好像有一点起风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发散幸福，是把你的幸福送给大家。啊，刚刚我朋友报告哦，我的小花哈、哦，在咱的几月二三，这个2023年呐、啊、哈，连古尼尼带一起尊。发了属于个人的人生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天就要光》。哎呀，我一个八哥就可爱哦！来，《天就要光》，希望那个朋友来给俺多多支持，多多多利用。哎，咱小花吼，伊完有抓到咱的高追的这个伴手小礼啊，没有来去带他，跟咱好朋友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来安排第二首什么好听的歌啊？轻快的歌曲《万贵喜力》。来，希望那个朋友会当你经过了大吉又大利啊！来。早上好，
哦。谢谢。哦，啊，那有见到咱的幸福善的朋友啊，一个一个天就会光啊，无咱讲朋友前途一片光明啦吼。啊，如果要来这个上面想要来补充签名的朋友，卖客气，把握时间。啊，等咱小王啊唱完歌，也咱的贵宾席家哈，来给咱用餐。那朋友有需要我们补充签名的，都非常欢迎大家。你就啊不要客气哦，啊因为机会来定啦。啊，无你今日讲拍谁拍谁，下一次不遇到遇到又是猴年马月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来来来，所以好朋友啊，不急不徐，等等可以来呢，欢迎大家踊跃的跟我们小花来拍照来签名。那么等等呢，让你小花哥继续播 MV 了好呢，就要来邀请到咱的上届赞的林志贤，咱上届好的大家长，嘛就是咱的志奇，他特别来给咱上舞台，咱的乡长吼，他到慢慢给咱一同来给咱做邀请，所以嘛，请到咱的六哥，然后咱的六妹，啊来给咱准备一下吼。好，阿哩我想，咱台顶吼，这个天都要讲自己是来电歌。嘛是有一首这个足高追足俏皮的，有甲一个足帅帅哥合作的无？迄就是蔡佳玲。哎呦呦，蔡合唱的歌曲。啊，蔡蔡伊讲哦，今仔日这个你的专场啊，你可以都卖起来唱回啊，啊你就好好唱。好，你要多一点。好好的打歌。对，你要多一点曝光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来来，接下来我们小花给他安排什么样好歌？是我专辑里面的歌曲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暖心》。哦，嘛是咱三立亲歌。片头曲啊，来来，好听好听，暖心，你们两个朋友来跟着我喝小酒。有来到山里的朋友跟我挥挥手，耶！谢谢大家，真是可爱。Thank you.
有钱花，让